你好啊，我叫潘小瑜，是来报道的。你都是新人啊？咦，原来仲有两个新人喎、啊。你哋好啊，我叫潘小瑜啊。我叫阿迪啊。我叫阿神。呢位是哼，佢都是新人嚟噶。以为自己边个？我想知道你咩名字。你冇事嘛？初嚟报道，家暴都未摸熟就乱讲嘢，好容易扑街嘅。我想佢应该冇心噶。唔好同啲人吵啦，阿头就到噶啦。大家好，我叫司马昆仑，是第996区的主管。恭喜你们被挑选成为人生管理员，而你们接下来的职责就是要管理第一维度的人类。他们自大又无知，成日都以为自己是拥有高度智慧的生物，殊不知在宇宙里面他们只不过是处于最低层，短短几十年的寿命都不好好地去利用。阿三婶话有份工作介绍俾你啊，好易做噶。算噶啦，我咩都唔识，做唔嚟噶啦。阿八姨婆啊，话有个女仔介绍你识啊。算罢啦，我冇车冇楼冇样冇学历，好女沟我噶啦。咁奇咁多宝啊，我哋夹钱，你落街买张六合彩啦吓。算罢啦。呢啲機會唔係屬於我噶。咁你而家想點啊？日日攤喺張牀嗰度。反正我咩都唔識噶，我覺得自己係個零啊。係咪覺得呢個例子好誇張？但係喺第一維度，大把比佢哋更誇張嘅人，日日混混噩噩咁就浪費咗一生。去幫助佢哋，就係你哋每日嘅任務。他们很需要你。头先条片是不是很精彩呢？精彩精彩。嗱，这个局里面每一个管理员都要负责管理一个既定的 client， 所以在大家的台前面你会发现有一个 pad， 有一只表，还有一个通讯器，里面会告诉大家知道你们获分派到哪个分区，还有你们要负责那个 client 的详细资料。阿包素玉小姐，我想请问你在做紧乜嘢啊？先嚟，哦，有啲眼瞓咪入嚟恰下咯。点知系撞正你哋开会啫嘛？真系恰下咁简单咋？梗系。咁好啦，既然你咁得闲，潘小鱼，系，但系佢系我哋嗰组嘅，你又帮忙带下新人啦，好吗？好啊。师姐啊，管理第一维度的人咧，即系要做啲乜嘢噶？俾我懒亲切，唔好以为帮咗我就要对你好，最憎啲人喺度扮傻。我唔系咁嘅意思啊。打呢份工第一件事就系了解呢个 client 先。陈北河，几靓仔啊？个样冇嚟神系咁好咩？咁至少佢正正常常啊，总好过嗰啲成日 baby 前 baby 后嗰啲。第一日就抽到 PK 八十，今日唔使收工。乜嘢系 PK 八十啊？哇！天龙哥抽到 PK 值一百啊！快过嚟睇表演啦 ！Come on, baby, it's show time！ 你睇嗰只癫佬点做，你就明噶啦。